黄老师好，黄老师好。没事，你坐。等死了吧？还好。有没有男宝宝？我暂时不用。怎么喉咙有点哑了？感觉？是的，有点。要不要再穿一会儿羽绒服？我还好哎，我真的，我上面穿特别厚，腿稍微有点冷，干一会儿。干一会儿，试一会儿。对，我没穿秋裤，我不爱穿秋裤。准备好。黄老师好。早，深深。张老师，您不冷吗？有点。我也想说不冷吗？你有没有穿秋裤？我今天还把秋裤脱了。我这秋裤是秋衣。我就怕热，因为外套你还能脱，秋裤是不好脱。黄老师，你好像带刺的玫瑰啊。画画的玫瑰。嘿。哇，雪晴今天穿的跟程程是配套的，感觉是走秀的一个系列。哎，你瘦了是不是？啊，真的吗？啊，今天这身你特别适合全程站着，站着特别显瘦。我们现场还能再暖一点点吗？对，给暖宝宝，给暖宝宝。黄老师行？我不用，谢谢。何老师那么大个毛衣，你还问他需不需要？但是如果有个毯子可以盖腿，我是 OK 的。老寒腿。能拍得到吗？啊，那行。提一下年龄感就出来了，我腿上盖个大毯子。你里面其实可以穿个保暖内衣的。没事，这是有男宝宝好多。何老师，我们要不要分？你要分这个毯子？我不用，你盖好。我们俩这样会不太像在家里。两个老年人。看着电视。这里面你看到现场谁你是最激动的？当然是我的萨明灯老师了。还我萨萨。奶羞。不行，不能还给你。不还。你为难吗？你左右为难吗？啊，是左左右吧，你前男友。左左右。你为难吗？我们三个还有我呢，萨老师，我是你的粉丝。你是怎么能够在一个节目里欠了这么多感情债，突然成为了团宠？你这么理解团宠吗？就是现在我们加油团的就这半边吧，你的粉丝，前女友，学妹，你再说两次我就相信了，前女友，前女友的。然后双北，挥洒，挥洒，我新品名我怎么想？挥洒，挥洒自如，听起来很飒的感觉哈。现在只能留一个，我跟他俩就没有任何关系是吧？我跟那俩，你还想我们所有人走？只留一个陪你是吧？就我们这半壁江山，现在只留一个陪你，你选谁？为什么？谁能帮我们一块儿把这七盏灯点亮，我就选谁。那你觉得是谁呢？他什么都知道。我们走，生气。萨老师怎么办？萨老师怎么办？不走了。没有，萨不留我也算了，丁辉也不留我们。回来，导演会留他们的。丁辉还沉浸在嘿选我，丁辉开心的被选了。对。